高红，盗墓又究竟，哼，想必有些九族之人意。用官人进去修个墓地，让他进去。是。高红，不可谨慎一位，接受爷要求。天降万物，令两人相聚，好不好？是。高红，担心生大凶在心，这是被魔君所凶。你都莫该记住，永不悔恨。同日一人天际一流状态，开始了令人敬畏的实力。论武力，高红也与魔君不相上下。要论智慧，相信高红永不在魔君之下，我就问计。哈哈哈哈！有幸受贿，怎敢妄自尊大？唐先生今日进来，不知有何指教？此乃破木计，不闻计步，所以却见小魔妖物。可惜是虎精，虽败，但胜言则红言魔十变，必须魔改至高下法，将魔都化成两体盘旋，改为计划，为有雷公外，你打算如何？只要告红一起出尽威力，我如何去？将破木剑大雄丛龙军配合，高红便可破到这个红衣，试验此剑威力。但此剑有个，万一将魔君抵消我破到一红衣，为君攻打一流，一流将寒金一剑。高红以为魔君的作风，因何不必万圣阳？以猜测红衣，今晚该是有所激动吧？假使如此，一旦万圣岩突出，万圣岩的势力将成为对抗魔界一大阻力。届时中原、万圣岩、天宗、一流合作，我求不法对付一刀魔界。心生云之有理，不愧以素还金知名的我在此。如果一流不猜测行动对抗魔改，魔改必得猜测各个击破，盖时一流也将成魔改目标。好吧，永远与一流是合作的关系，文红力动协助，也算是还清无相的亲情。心生心生之恶，我需要摒弃。好吧，在下在万圣岩用好高红，抢抢。孤孤喜喜人兵，心思人抢。今日的百姓官红，确实是用的。万圣岩是一个真好的专辑。今后只有一个永久。破木剑，惊魂怒杀，剑功化作殷红一扫妖勇。对巨魔顶出，妖勇再无行路。大魔勇，今宵无相爱，
오부쇼경청신의교빈역시거의우신의합속나주하우신의뛰어마동사의지쩍진형이리오야령투시마인간기프지타의만신염정화무기